你快走！这美女还不愿意出去。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快走！这里的事情你最好不要管，否则你就没命了。我现在不跟你要拳谱了，你快点走，不然没时间了。你救不了他们，你放了人，官兵还会抓人，何时是个休止？先救人再说，你让开！你走不走？姑娘，你。 看见了吧？你师傅不管你了，他管不了你了，他没这能力啊！渴了吧？要不要来点酒喝？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点酒喝。你还是识相点，快走！不要误了我的事。哎呦，美女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 皇帝老大都走不动路了，你跟他有什么意思啊？跟他还不如跟我没兄弟呢。姑娘再一意孤行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姑娘，你有什么事情，也不能让这么多人陪你送死，你快让开！我是为了救更多的人。 再不让开，我就动真格的了！你再不走，只怕我们都成了孙霸的刀下鬼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老和尚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师父。 老和尚，你不能给他水喝。为什么不能？他是我的徒弟。有朝一日，你如果遇难的话，我也会这样对待你的。姑娘们，快跑！哎，美女，美女。 救你们来了，走走走走，快快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走走走！快走快走！嘘，小声点！快走快走！小心点！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是现在你还是快点走吧。以后不许跟着我。你为什么要偷少林寺的拳谱？把拳谱还给我。 我就不再找你了。用完我就还你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有我在的地方，不许你再管闲事。走开。嗯。嗯。
小娥，今天你愿不愿意，都是我孙霸的人了。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砸死你。哼，好啊，想砸我是吧？来，往这里砸。小娥，我没有想到当年大柱子的妹妹长这么大了啊。哎哎，美女们快走啊，跟着我走，我来给你们解绳子啊。我叫梅兄弟，正是青春年少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在这个乱世啊，女子的最佳选择就是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嫁了。比如我，我能保护你们。哎，快走。和尚，和尚，快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我摔伤了，脚疼啊！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快走，快走啊！哎呀，快点起来呀！快走，快走啊！你可算来了，他们都受伤了，姑娘们。再坚持一下，往前跑跑就没事了。我们脚受伤了，跑不动啊。哎，和尚师兄，我看要不咱们一并把这些女子分了吧，你该还俗就还俗，这些美女们也算有依靠了。我看你真是不要脸，你把他们带出去，我去看看那个姑娘。哦，大家跟我往这边跑，走走走。小子，不想活了，就过来吧！快，快，快，快走啊！快！站住！快跑！站住！回来！别跑！快！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不用抓我，我跟你回去。我自己来。哎呀，还真有想进宫做妃子梦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长得可真漂亮啊。小美人，要想进宫见皇上，那你得先犒劳犒劳我呀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看看献给皇上的东西。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自己来拿呀。大爷，老鬼被杀了。什么？老鬼死了？小师傅，救救我！啊！求求你快点救我吧！拉我一把，拉我一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在这儿，我在哪儿？我在死人堆里，你高兴啊？其他人呢？别提了，他们又被抓回去了。我刚才喊了你半天，你都不答应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我一个人哪能救那么多人啊？别说了，快走！哎，小和尚，等等我！你想让我被他们抓去啊？快走啊！哎，等等！
赶紧给我！师傅，救救三师弟吧，三师弟快没命了。像你们这样蛮干，不仅救不了慧奴，连你们自己的性命也要搭上。那怎么办，师傅？不能眼看着三师弟被他们折磨死啊！师傅，这口气咱们不能再忍了。是啊，师傅，咱人也得有度吧。师傅，救救三师兄吧！慧人，慧元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姑娘，你赶快回家吧，我们就此别过，多保重。小师傅，请你们收留我吧，我在寺里可以给你们扫扫地、做做饭，还可以给你们缝缝衣服，我干什么都行。姑娘，寺院不准续留女眷，你还是找你的亲人去吧。如果你有什么麻烦，可以去少林寺找我们。亲人，我的亲人。哎，你别难过，哎，把它交给我就行了。交给你？啊，我青春年少，尚未娶妻。哎，在这个乱世，漂亮女孩就是要找一个可靠的男人给嫁了。哎，比如说我。你怎么是个小痞子？你吃什么醋啊？你是个和尚，又不能娶媳妇儿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寺里是肯定不能进的。这样吧，旁边好像有个山洞，你们现在暂避一刻，我回去跟师傅商量商量。走。和尚怎么那么啰嗦？慧人，师父把这封信交给你，你把它送到洛阳府，交给洛阳王。是，师父。收到回信之后，就尽快的赶回来。好。慧人，啊，师父，这几天你要好好的看好你的师兄师弟们，啊，绝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唐突行为，那样一来就会带来厮杀，带来流血，甚至给少林寺带来灭顶之灾。我们现在一切都要忍，都要让，等这封回信到来之后，就能平和解决问题。那如果他们先动手呢？闭上你的眼睛。明白了，师父。好了，送你师弟悄悄地出去。是，师父。走。这封信我还是写了，唉，该发生的事情真是挡也挡不住啊。
姑娘，你就在这暂避一下吧。谢谢恩人。哎，你别害怕，要不我在这陪你。站住！胖和尚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挑水。挑水？哎哎呦！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好，哟，说干什么去了？说你踢死。说，快说呀！说，说，说呀！说，干什么去了？哎，已经打你！说，快说，说！二位施主，摔疼了吧？小子，你跟大爷动手？你如果二位施主不解恨的话，可以再打小僧几下。我来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是铁头啊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快起来！二位施主，你们的刀。你跟王大爷，你给我等着！快走！阿弥陀佛，师父，这回够忍的了吧？你怎么？啊，我怎么都行。要不我跟你回。老和尚，你们听着，我要先烧死这个小和尚，然后再烧了少林寺。你的死期到了。赶快拿白衣菩萨膏来！是，你们赶快把他抬回去。是。慧远，师父，他们在门口堆了好多柴火，要烧死三师弟啊！还有什么？他们在三师弟的身边放了一具尸体。慧石回来了吗？师父，那不是二师弟的尸体。嗯，好像是昨天在咱们门口闹事的小军官头目的尸体。小和尚，你是第一个，快哭吧！啊！师父，施主且慢。你出来干什么？施主，请施主留我徒弟性命。我为什么要留他？我的兄弟已经被你的徒弟给杀了。老和尚，回寺里等死吧。我想施主可能有些误会了，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动手也不晚呢。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那个小和尚跑到我的军营里闹事。好了好了，
不和你说了。施主，老衲可以压在这里，请你免开杀戒。好啊，那你过来吧。师父，师父，不能去啊。放心吧。师父，不要过来，不要相信他们。施主守信，我当然守信。请。你有话对你徒弟说吧。师父，弟子连累你了。慧奴，好样的。师父注意，放开师父。师父，拉师父。我自己会走。师父，回头你跟师父的缘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少林寺出什么事了？好了，你们两个的缘分是我给的，谢谢我才对。今天我要把少林寺变成一片墓地。他们之后又如何？又会招来更多的官兵，甚至会惊动朝廷，更有可能被人诬告为少林寺僧人造反，是大逆不道。而别有用心的人就会趁机发兵，这样我们的少林寺就要毁于一旦，不仅少林寺的僧人在劫难逃，就连普通的老
老百姓也会遭受洗劫之灾呀。阿弥陀佛，普度众生，就是要减少百姓的苦难，珍惜生命。师父，他们会杀进来的。是啊。现在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坚持，守而不攻，等到贵人从洛阳回来。兄弟，他们什么？那些官兵，快把门给撞开了！可以等着，别乱跑，顶着大门。让我等着，等着送死啊！哎呀，我怎么稀里糊涂的跟他跑到这儿来了？哎这儿有后门吗？干什么？我要讨条活命，我又不是和尚，我不能陪着你们送死啊！胆小鬼，这里是最安全的。这儿安全？拉倒吧你！我这小命虽然不值钱，可我还不想死呢。我还没找媳妇呢，我等着瞧，我早晚能找条出路。给我往里面施定！从洛阳搬回救兵，我们的庙门就会打破了。会员，所有人都待在这里，谁要是违背为师的话，按寺里的规矩办。师父听话。是师父。会员，会师，第二道门被攻克以前，你们不要打扰我，为师要诵经。如果有谁犯了规矩，我拿你俩十万。是，是，师父。给我往里面冲！
外面有个和尚冲进来了。送上门来的东西，把他拿下。下。相照顾，声东击西，取长补短。只要能够想办法接近慧人，把那封信拿到手，交到为师的手里，一切都好办了。师父，我也去。在这个和尚身上肯定有他们要的东西，也肯定是救命的东西。杀了他，绝不能让他进去。是专门看这个的吗？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故乡，无数的故乡。
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请看你武艺举世无双。